帧又一帧，精准快速，金龙现身。熨烫成型，车线完工，百分百纯手工，台湾制十二生肖的刺绣红包，已经预购将近快6000个，可能是今年、两年还阁多拄到景气刚好回升。打板电绣手缝完成一个要花1小时，加业者最一开始主要是在刺绣神明的龙凤袍，走线精致，颜色饱和。2011年推出刺绣红包，栩栩如生的寿手，还有祝福贺词，在网路爆红，一个250不便宜，但港澳新马都有人捧场。恭喜发财，红包拿来，还可以收藏，可以当装饰。中国风古典美，小朋友也爱不释手。新春送礼好看，还能重复利用，装手机、装名片。不止嘉义，高雄也有断面红包。过年会把它放在皮包里面，因为长辈觉得比较慎重啊。看规定，哎，啊，你那是不是得孙啊？干那孙？搭上中国节流苏绳，一个168元，绣上福字、浪花，人气也很高。年轻一代人他会买来送给比较年长的，接受度会越来越高。过年时要包这个红包。刺绣缎面红包袋，大玩创意，把传统工艺发挥得淋漓尽致，也让除夕过节仪式感大加分。三立新闻廖国雄、薛仁宏、吴慧珊在高雄报道。